会是让我说我们的电影的？啊，系，但系因为我哋电影里面啲对白好多都夹杂住一啲粗口喺里面嘅，咁所以我惊你广东话唔好咧会讲咗出嚟，所以唔好讲。原来系咁。系。其实咧我都有分嘅，分得到嘅系嘛？系咪咁啊？导演。系。那其实我还有一点点不明白。乜嘢咧？就是我是一个演员嘛，你是一个导演呢。那大会为什么要让我们两个来颁发最佳音响效果和视觉效果奖呢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唔觉得好奇怪咯，因为咁我系导演嚟噶嘛，咁每个部门嘅效果都同我有关噶。咁系啦，你系导演嘛，我系演员，唔关我事。